呀，稍微有一丝的凸。我调一下屏幕。Hello。没错儿，今天呢？什么刚起来？刚起来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今天可是做了很重要的大事，我今天过得很充实呢，我今天先出去上课了，那不是因为跳舞本来就是会把头发跳湿吗？既然如此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不洗头就去呢？房间整理了，但是还没有整理完，因为我刚买了一个新的衣架，我想就是重新把那个什么，重新支起来一个衣架，然后再继续挂衣服，因为我现在这个衣架有点挂不下了，合影。房间，让阿姨帮我搞了一下。我明天去逛，你当然要洗喽。今天上的就是也算是一个爵士课吧。先放这儿。就是，但是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对，我刚刚教他怎么打那个关键帧。就平时拿手机剪视频啊，就是打关键帧可以让这个画面变得更动感。之前我用电脑也会这么修，但是手机上和电脑上是不一样的。手机上其实也挺方便的，电脑的话你还要搞来搞去啊。没记错，没记错，明天早起，啥 APP 就用的是剪映。虽然说我平时用的是那个小影比较多，但是剪映能就是剪那个关键帧比较方便，所以我就用剪映去剪。合影反正我今天没用我之前那个方法，因为我之前剪视频都用的是就电脑剪的嘛，然后剪的那个方法都不一样，关键是打针，我叫他打针嘛，笑死。好用的东西还是值得推荐的，合影。小影买了会员，所以我就一直用小影来着。剪映是后来火起来的，然后我就也偶尔用一用。对。我是可心 啊，对，被发现了，盖一盖腿，怎么开始自报家门，报自己是哪家的？既然如此，不劈腿了，腿上也不冷，哦，好吧，还是有一点点冷的。主要是刚开了空调，然后因为我现在是属于一个光腿状，穿了个裙子，就是说腿上有点空。确实，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呀，就不会用到这个披风啦。变身。饿了么男，我这是就是那个骑士是吗？饿了么蓝骑士，他是一个傲娇的表情。对，空调开的足的时候还会出现。合影。
那是因为我刚刚空调开太低了，然后现在有点冷，我把它调高了，但是得等一会儿房间的温度才能稍微上来一点，而且我现在还光腿，合影，哎呀，感觉这个姿势不太好，我还是稍微控制一下，你们都认识呀，那我就不用介绍了，我腿是属于一个跨着的状态，就是一个很酷的状态，合影。那今天换了个美瞳，今晚没看呢，今天练舞呢，没看，好像最近的比赛看的都很少，因为我。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！因为我是本来那个啥，本来还说的说，我从奥运会开始之后，我要每天都看看比赛，然后结果其实没看多少，我就那天早上起来看了一下女排，然后看了一下那个啥，女团体操。怎么这么快又有了？无语，找打，就真就找打。体育课里我们没有体育课，就是说我们体育免修的。对，舞蹈也算体育了，对，我们每天活动量就已经足够了，不需要再加体育课了，那我可以今年把它拿去批着，因为每年的握手会的场馆就都会有冷的可能，拿去劈腿上，胡子在反光，你才有胡子呢。我这个是那个啥，略出油，而且因为我的嘴唇上面长了好多些小疙瘩，然后就会有点那个啊。什么你胡子反光？你胡子才反光呢，你每一根胡子都反光，你胡子从这里长到这里都在反光。无语 哎，没急，就是善意的解释一下，好的好的，下一个话题，下一个话题就是，哎，合影。状态，贴手好白，真假的？也没有吧，明明就是骗我，也没白到哪去 今天吃的啥？刚吃的水果酪，我还买了一个奶酪，这个奶酪真的好好吃，强推，强推！不知道这个奶酪它就是，在微波炉里打一打，会不会变成那种可以拉丝的那种？但它不是。那个拉丝的不是叫啥来着？那叫啥来着？有人知道吗？芝士，对，它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就是它芝士有不同种的那种芝士。哦，对，它叫马苏里拉。对，就是像那个啥来着，披萨上面用的就是那种马苏里拉芝士。但是咱不知道这个是哪种啊。不过它很香就对了，非常香。是什么牌子？牌子叫做妙可蓝多。就可以撕一撕的那种，但是我平时不会撕，我直接就啃着吃了。
因为芝士有很多嘛，然后像那种有那种芝士片儿，像那种夹在汉堡里面的那种芝士，然后也有那种马苏里拉的那种披萨上面拉丝的芝士，然后还有像这种芝士奶酪了，还有那种小三角的那种，也是那种奶酪，胖应该还是会胖的吧，我觉得，哦对，车打什么就是很不一样，很多名字，很多种类。我就是在便利店买的，确实有点，毕竟到点了嘛，这个点也该睡觉了，就是说，今天，哦对，等会儿还要发微博呢，对，明天要早起，我现在已经思考好明天要点一个精致的早餐外卖，精致。对，而且我还要去洗澡、洗头，还要吹头，很复杂的工作。所以要早点跟大家说再见。早餐嘛，可是我早餐都是在车上吃的，我怎么是？我尽量吧。我先思考一下，明天早上要吃什么？想吃一个精致早餐。那就先跟大家说再见啦，啦啦啦啦。